2 cm to pi by 6 radian 在 x axis， 然后0，然后派伯六，然后再来是二派伯六，三派伯六，四派伯六，这个我乘三的话它就会变成九派伯六，两 cm 派伯六，然后它这个是 1.5， 这边乘三，三二六，九三，九派伯六，哇，九个哦 ，OK， 然后一 cm 一 unit 在 y axis，OK，x、okay, axis 要九个，有九个吗？然后他要我们画 graph y 等于那个五 tangent，OK，、okay, 五 tangent x， 五 tangent x， 九个，我这边有九个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零一二三四六七八，不可以。好，这样我就把它打平。打平的情况之下，我在这边我看一下，它这一个是五 tangent pi 六，所以五。tangent pi 六 tangent 五 tangent 1.5 pi 180度啊，算了，不要紧，来，给、okay, 我们这边大概是这样。我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table 我就默。然后 table， 然后它的这一个是五 tangent x， 然后它是 in 那个 option angle unit radian， 然后 start from 零到 1.5 pi 三派伯二嘛。Step size 是 pi 伯六 ，pi 除六，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然后过后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表，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一边我就零。然后派伯六，二派伯六，然后三派伯六，然后四派伯六，五派伯六，六派伯六，七派伯六，八派伯六，然后九派伯六，这样。然后我的这边呢？我的 y 的部分呢，我们这一边它就有一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八的一半的情况之下就四一二三四中间，这个是，然后这一边。这个，好，我们有这一些，所以他告诉我，
两 cm 一 unit， 然后另外一个是两 cm fiber 六 ，OK， 所以我这一个是 y， 然后我这一边有一、二、三 fiber 六。fiber 三 fiber 二，然后二 fiber 三，五 fiber 六 pi， 然后七 fiber 六，四 fiber 三，然后二 fiber 三 fiber 二，它是九 fiber 六。三 fiber 二，我们知道这一个是它的 asymptote 来的，然后这一个也是它的 asymptote 来的，下来这边也是这样，然后这一个是减一、减二、减三，我们知道零的时候它在零。然后 fiber 6的时候它在 2.88， 这个我画不出来耶，因为它这个它那个 2.88 我画得出来，然后可是 8.66 那边就画不到了， OK， 所以我给它三倍，这个我变成369，然后它这一边就减3减6，然后还有减9啊 ，OK， 这样它的 fiber 六的时候是 2.88， 2.88 的话呢，我在这边进位就 2.9， 在进位就3了，哎呀，大概是在这边了。然后过后呢，它在 8.66 的时候 6， 然后 8.66 可能阿嘎阿嘎是接近9这边了 ，OK。然后接着我们的那个是减 8.66， 就大概是你我每隔十隔 0.3， 然后 8.66 就 8.7 啊，对了，这边 OK， 好，这样它就是在这边减 8.7， 然后减 3， 然后0，然后3，然后再来这一边是 8.7， 这样 OK， 所以它的 graph 呢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它这个冲上云霄，但是它这边是 asymptote， 这边它这个也是冲上云霄，然后这一边也是 asymptote，OK， 然后这边它有这一个是的下来这边的，这样，好，所以它 graph 类似是这样的啦。OK，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它的 sine tangent 等于这一个东西，来我们画一个 straight line， 我们刚刚那个是5 tangent 嘛。除6啊，6 5 30咯，所以我在这边除6除6除6，所以我就5 tangent x 等于 x 减5 pi per 6， so y 等于 x 减5 pi per 6， x 等于0，然后和 x 等于0的时候 y 等于0减5 pi per 6，它就是5 pi per 6， 5 pi per 6的话是mode 5 pi per 6 2.6 2.6 18，然后我的 x 等于那个3 pi per 2， y 等于3 pi per 2减5 pi per 6，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有3/2
然后减5/6 2π/3，然后再乘派2.094，所以2.618。零的时候它是2.618，零的时候是在2.618，2.7吧。OK， 2.618，2.7。零的时候它是在接近是2.7，2.618，2.7哦。这个2.0，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它就接近是2.0，所以2.0的话，3、6、9、12、15、18、21、2.0，大概这边吧。这一个连接起来，等下，来，我的东西做错了，这个是5π/0减5π/6，这个是减2.618，所以我刚刚这一边是3、6、9、12、15、18，然后2.0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一个是2.7，大概是这样，是吧？减2.618，大概是减27，碰到一个而已。然后它交界的地方就在这边，嗯 ，OK， 啊，我这每格是π/3，π/6。π/6除10，所以π/60就1+那个160乘两个31/30π。31/30π的话呢，乘派大概是3.25，这个是3.246。OK，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拿到它的那个 x 是3.246 radian。好。